收看关心市政最会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逸轩。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讲到分享的主题是要讲到关于这个海洋教育。那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海岛国家，四面环海，所以这个海洋教育在台湾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到底海洋教育怎么做，又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永续海洋的愿景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馆长陈淑芬陈博士。我们漂亮的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么第二位呢一样是我们海科馆的这个博士，是研究典藏组的施博士。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第三位呢是我们海科馆的产学交流组陈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谈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海洋教育。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那四面环海，推广这个海洋教育呢其实是势在必行的，从亲海知海进而爱海近海，那么海科馆绝对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近年来我们的海科馆在我们馆长的带领之下呢变得撸来撸喝剩了哦。好，到底海科馆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吸引我们呢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多的朋友一直不断的想要前往海科馆呢？那我们就要请馆长来跟我们分享其中的秘诀咯，有请馆长。好，谢谢这个我们漂亮的主持人，那也很感谢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介绍一下我们的海科馆这几年的发展，那到底亮点是什么？那其实我从108年来海科馆就职担任馆长之后，那当然那时候我喊了非常多的口号，哦，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季季有亮点，哦，春游夏走，秋行冬旅。意思就是海科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52公顷的这样的一个海洋生态的一个博物馆。那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其实我透过一个活动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营造，好，那把多元的海洋这个教育的课程，那能够尽量透过活动的方式，好，让民众能够贴近，好，所以会让大家开始认识，哦，原来在我们基隆八斗子这边有一个国立的海洋科技博物馆。 OK，基本上这个目的其实好像看起来这个有打响这个第一炮，也就是让海科馆至少在东北角这样的一个很棒的环境跟这样的一个多元的一个展陈研究甚至是课程的设计这个部分，那能够展陈到我们不管是学子还是我们家人甚至是我们在讲高龄者都很适合来这个博物馆这边一探究竟。好，那也因为一探究竟之后爱上了我们这一片海洋。好，那不这样当然是不够了，那我怎么去让这个所有的民众来这里觉得，哎，我来这里我应该一来再来。所以呢我们开始想到说这个叫海洋科技博物馆势必一定要科技，最新的这个科技一定要是跟我们这个海洋这个议题一定要去做结合。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剧场，好，我们的这个以前 IMAX 剧场我们就跟业界合作做成了一个现在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银幕最大的尤其是 8K 的这种海洋剧场，那里面播的片都是新的片子，好，都是实际我们跟业者合作的，这是第一个，或者是这个已经得奖的片子。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在思考，哎，那海科馆这样的一个天然海景环境怎么去把海洋的奥秘能够运用科技能够去把这个海洋的面纱一个神秘的面纱把它揭露出来，所以也就有今年6月1号正式整个对全民这个民众这个启用的一个智能海洋馆，好，在潮境公园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智能海洋馆我们总共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应用的科技去把我刚刚在讲的应用这个可能 5G， 好，那再加海底摄影机把一个最真实的海底的生态及时的把它投射在国人的大家面前，所以你一到迎宾大厅一看，哦，原来海底现在真正的状况是这样，你会看到海龟，你会看到企鼓，你会看到弄西亚，你也会看到很多元的不一样的海洋生物海绵等等，然后他们之间调皮的一些行为一些活动，那你在外面你根本都看不到的机会，但是在智能海洋馆这边你一进来你可以在那边细细的品味，哦，原来海底的世界是这样，原来海浪的声音，原来海底的声音是这样，是这么的奥秘。好，
这个是其中的一块而已。那接着就是我们很多科技互动的啊，互动墙啊，或者是我们在讲的元宇宙，大家去探索海底的奥秘，这个是科技的部分，大概占了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什么？是海洋生物。那海洋生物，各位可能都有点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哎，看起来都跟南洞呀、龟甲鱼啊，不是，当然不止喽。总共海洋生物有大概5700多条，有将近350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尤其有一些是属于保护鱼种的，像我们龙王鲷，是全台湾现在唯一一只最大只的有身份认证的龙王鲷。那这一只现在就在我们西区的海洋中心。好，这个地方，那当然包含了我刚刚在讲一进南洞就是 A 区的部分，那个是主展区。一进的时候，除了刚刚在讲海底摄影看进来之外，你会看到俯视缸，你会看到潮间带，这么多不同的鱼种，在一个很天然的海水，因为这里的水都是天然，真正我们富裕海湾的海水，我没有人造海水。好，所以你会看到，哎，这么多鱼种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这么悠游自在，这么快乐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他的环境啊。那我只是把它应用故事走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接着你会看到大洋缸，从台湾的海一直到世界的海，所以你会看到大洋缸。大洋缸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有大鲨鱼，也有那种竹条鱼，就是竹甲鱼。竹甲鱼就是这种整群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很好玩，有的游上游下，看到那个大红鱼，他就这样跟你，会跟你打招呼，因为他很 happy。 为什么 happy？ 因为这是他天然的海水，他本来真正的环境就在这里。那我们透过一个我们导览解说，我们重视这个动物福利，所以你就会让民众在这里，其实坐在那边就可以看到它的悠游自在，就可以真的真正的爱上它。好，那这是我们在讲海洋生物的部分。那当然二楼还有这个热带鱼区，很棒。三楼还有这个水母区，好，这些都是你看到你真的心都软化了，哪有一个这么棒这么疗愈的这种海洋生物，原来是这么漂亮的。好，我这是很真诚的，好，所有民众给我的回馈，好，我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当然四楼的部分就有很多孩子可以跟我们在讲海洋，这种我们在讲科技的部分去应用，怎么去维护海洋的生态。好，它是应用这个画画的方式，鱼就上去了这样子，那可以跟鱼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竞合的关系，好，都可以在这个墙看到。因为看到我们的 AI 智慧鱼缸，那也是得到全球的一个这个我们在讲智慧显示器 2.0 的这种智慧鱼缸。然后还有其他的鱼缸，再接着之后又有那个特展区，那荧光鱼的特展区，你会看到说，哎，原来鱼是会发亮的哦，原来动物，我们在讲连植物都会发亮哦。你一探究竟之后，发现啊，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好，然后接着出来到我们的 B 区，就是空桥，空桥看到前面三间，看到哇，无敌的海景，这全世界应该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地方。背后那三间就是刚刚讲的科技的元宇宙。然后在北洞整个下来，那个是D区，那就是商场。那各位一直都漏掉一个很核心的地方，就是下来之后还有一个C区，就是以前我们的海洋中心。那边大概有4000多条鱼，有大概有200多种鱼。那边就是我刚刚讲，那我三福的富裕，我们后的富裕，我们很多小丑鱼的富裕，其实都在那个地方。这个富裕的这些成果就展现无疑，但是很多都是我们跟学子甚至跟家长一起在那边富裕成功，跟业界一起在那边富裕成功的部分。那就很多人就是啊，北洞走下来就是低走下来就走出去，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就会民众误解说啊，那个没两家鱼啊，那你收费300块250块。其实他真的是，我要跟大家在这边再讲一次，来这里至少你播个2小时，好好的漫游，好好的轻松的坐在那边欣赏我们的海洋奥秘，欣赏我们的海洋世界，海洋生物是很棒的，很疗愈的。记得西区海洋中心一定要来，好，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无敌，用科技的方式要把无敌的海底美景，把海面上的美景一览无遗放送在各位的面前，就是我们潮境智能馆，这应该是全球唯一的一个运用最新科技把海洋的奥秘揭露出来的。好，这要让大家亲海、近海、爱海，当然要先让大家认识海洋，你才会爱它啊！啊，这也呼应了行政院在108年开始有我们在讲海洋政策白皮书《向海致敬》这样的一个政策。好，所以海科馆就做的真的叫刚刚好。我只是把一个最美好的事情，用最美好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嗯，
那么大家听完之后，馆长的这个介绍，是不是很想要马上去海科馆？从这个人文讲到科技，从休闲又讲到游戏，是不是让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海科馆有别于我们对于一个博物馆这种既定印象的认识？其实呢，海科馆做得非常的活泼，而且重点是。今年呢，海科馆啊，除了推出这个潮境方舟呢，就非常这个备受瞩目以外，听说海科馆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到底有多厉害？那让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各位观众，刚刚我们馆长有讲到，我们海科馆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玩的。那现在呢，我们博物馆呢，不但是好玩以外呢，也是很尽力在做所谓的海湾维护的一个作业。那这是我们呢，谢谢国发会的一个支持呢，所造的潮境方舟一号，它在进行清除海上，幽灵渔网的一个脱掉作业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插旗子，大家都以为是中元节大家为了海上祈福是要插旗呀，事实上不是它就是一个废弃的。所谓的那个流刺网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些海上贡品到底有哪些东西呢？那我们请看到这一个摄影机这里，你可以发现呢，这个贡品呢，除了旗子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渔具的浮球，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我们的宝丽龙的碎片，还有呢，还有我们一大堆的一个渔网其实琳琅满目，非常的多。那这些呢，其实呢，在我们的海上漂流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海上的一个航行安全。所以市政府呢接到民众的一个陈情以后呢，就一直想说怎么样把它移除。那我们真的研究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决定奋力一搏。那希望呢，我们跟市政府还有我们的渔会还有我们的渔民呢，一起共同来把这个障碍物把它清除，可以确保我们海上的航行安全。这也是我们博物馆的这艘船呢，除了传统的展示教育研究收藏的一个活动之外呢，对所谓的永续海洋为大家所尽的一番力。那其实呢，我们不止渔具的一个清除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我们当天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清除科棚整个在这个海面上呢，总共有三座科棚，这个部分也是蛮困扰我们海上航行的一个安全所以我们的当天呢，我们在完成所谓的幽灵渔网那个处理之前呢，我们也一起处理了两座科棚，整个作业时间呢，从早上九点开始到晚上八九点，终于把它完成。那除了那个科棚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那个海上贡品之外呢，贡桌以外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圣诞树，号称是圣诞树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呢，我们呢在把这些幽灵渔网呢，把它拉上来岸边的时候，大家就吓了一跳，发现说，怎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小小一块，可是呢，拉起来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圣诞树有民众是这样称它其实各位看到的这个圣诞树呢。它只有三分之二而已，还有三分之一太重，没有办法一起从海上拖上来因此呢，其实呢，我们在这边是要呼吁大家，是说在我们一个海湾呢在一个垃圾太多的一个情况下呢，环境遭受破坏以外，航行也会发生安全。因此呢，怎么样把垃圾减量，还有我们怎么样使用友善的渔法，负责任的把回收你的网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未来要努力的地方当然呢，在这一次的一个海上贡桌就是幽灵渔网的一个驱逐上面呢，贡献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因为这个渔网依照渔网的标识来看的话，应该是中国的渔网它流到我们这边来的不过因为大海相通呢，我们希望说跟大家一起努力呢，让我们的海湾的一个安全呢，还有我们的一些环境呢，能够获得确保这是我们博物馆呢，在除了刚刚馆长讲的很多有趣的好玩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很深入的永续海洋的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好，没错其实呢，这个海洋污染呢，确实是我们在永续海洋经营里面一道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一些研究显示听说呢，每年大概有数十亿磅的这个垃圾会进到海洋里面。那当然有一些垃圾可以被生物分解，可是有一些垃圾它就密度太大，就会沉入海底。那沉入海底之后，它其实就会有海底垃圾难以清除的问题。那更严重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是会被动物们吃掉。
掉。那当它被动物吃掉的时候，它就会进入这个食物链，那产生了这个整个循环累积的环境污染。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海科馆这边呢，对于我们这个海洋垃圾的清除不遗余力以外，其实我们都是人人有责哦，我们都要维护这个海洋的这个环境哈。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潮境方舟，那听到这个潮境方舟呢，我相信应该有一些观众朋友还是不知道潮境方舟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请我们博士这边来帮我们说一下潮境方舟的这个整个设计跟发想的概念呢？好，那个很高兴呢为各位听众呢介绍所谓的潮境方舟这个整个构想，其实这个是源自于我们博物馆所谓的永续海洋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作为。那在所谓的潮境呢，当然是指我们在地，我们博物馆还有在地的居民，还有所有关心海洋的民众，他活泼的一个生命力跟创造力。那我们要共同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把永续海湾或永续海洋的一个置业呢把它完成。那我们所谓的方舟，这一个方舟的范围呢，其实不是我们的船啊，船只是载具而已。其实我们博物馆是希望这个永续海洋的实践舞台呢，可以落实在我们基隆这个望海向海湾里面。所以方舟呢是指我们天然的一个海湾，就是望海向海湾，它承载着很多无数的生命的一个延续。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跟这些生命、这些资源呢一起永永远远的做朋友，一起延续下去。所以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研究、收藏呢，也不是只有在陆地上的展示馆里面哦，它也是延续到这个海湾来。那为了让大家能够确实的关心我们的一个这个海湾的一个生态环境呢，我们就设计了所谓的潮境方舟游的生态游程。那这个游程呢，其实呢是结合我们的传统的渔业，还有海洋的生态教育及观光的一个元素呢，我们结合当地的民众，大家一起怎么样来创造这一个局，来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海湾里面呢，除了看到漂亮的风景，还有漂亮的海洋生物之外呢，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生态环境，它到底是变差还是变好。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之下呢，它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潮境方舟这一个生态游程，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我们博物馆除了参观我们的博物馆的馆内的体验之外就像我们馆长讲的，我们很多的活动之外呢，然后搭配了这个方舟的游程呢，来实际的关心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相信你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都是有意义的活动。好，那么说到这个潮境方舟啊，我们刚刚施博士已经为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先帮观众朋友偷偷问一下，我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搜寻这个潮境方舟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些限定的我们的潮境方舟的活动哦，不知道我们博士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这边呢偷偷的透露一点呢？好，其实呢，我们这一台方舟呢，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这艘船呢，为了除了做我们的海湾维护跟研究的一个探索之外呢，其实呢，我们在船的底部呢，有开放，有设计了一个观察窗，它可以看到我们大约5公尺以前的海底。那这个海底里面呢，譬如说我们观察的是潮下带，潮下带生态系的一个观察，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一个直接的观察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珊瑚或是生物到底是变多变少，还有没有白化？这个很实际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展示。那这些为什么会白化或是变多变少？其实呢，都跟我们的生活的作为呢有关系。所以呢，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呢，其实呢，除了我们主题展示馆里面的一些永续的主题之外，科技的展示之外，在我们的智能海洋馆呢，有15公尺的实景可以来监测我们的。生态环境之外呢，我们可以搭乘方舟潮境方舟呢，这个游呢可以看到5公尺以前的海底，可以说我们博物馆是对于永续海洋的一个实践呢，完全是全方位的在启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欢迎呢大家一起来探索。那在我们那个陈馆长的一个领导之下呢，在特定的季节里面，我们有会特定的活动。比如说接下来可能有碰到中秋节，那中秋节这个部分呢，你知道月亮高挂在天空，其实呢它晚上是很美的所以我们在想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办理一个夜间探索海湾的一个行程，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月亮出现，然后出现在天空的时候
那很多渔船都是休息的，哎，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好，那借由这个夜间探索海湾的一个活动呢，欢迎阖家呢，哦，来报名我们博物馆的活动，然后呢，一起来探究这一个海湾的夜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也可以来赏月。好，这是我偷偷的先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行程。好，那个施博士，我们主持人这边要不要先报名？可不可以先报名第一个？好，那你看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呢就已经先知道这个到底为什么满月的时候这个渔船都是休息的。主持人我也不知道哦，这个有带大家一起呢，就是去参加海科馆的活动，然后来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留言哦。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海洋教育啊，其实我们可以听到海科馆这边非常的用心在推广，然后在做很多的这个永续海洋的经营。那其实呢，说到这里啊，除了有得玩以外呢，我们在海洋教育里面也有吃的一环哦。好，那呢，比如说啊，像是在海洋文化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叫食鱼文化，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哦。比如说大家可能在比较大的节日里面，餐桌上都一定会有海鲜，会有这个鱼的料理哦。但是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使这个鱼感跟我们的饮食文化产生一定的情感连结，让我们在吃这些海鲜的同时，让我们更加有感情呢？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专家，那我们博士这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海科馆的生态厨房，那一般人大概讲就会界定说海科馆这个就是一个食育教室，那其实它的功能它的任务不只是一个食育教室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譬如说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那吃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每天都一定会体验的，然后透过我们的饮食，然后我们把一些正确的生态概念引进来，那应该是一个最棒的一件事情。那海科馆希望不只是这样哦，那我们也期待透过生态厨房还有更多的概念可以引进来。像最近有全球暖化，大家会想说全球暖化跟我吃饭有什么关系？有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我们最近在讲的多蔬少肉救地球，就是说我们都有吃少一点，然后蔬菜吃多一点，就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就有机会来减缓全球暖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海科馆就推出了很多的活动。那譬如说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寻鱼慢食，你看我们这个 DM 它的色调非常的特别，对，很复古，的确它就是一个复古。我们跟基隆在地的年轻人那个卡米诺合作，然后他们手上有一本100年前的日本的杂志，那边有一些料理，那你也知道在100年前大家都过得很辛苦，其实那时候吃的东西其实就是大概蔬菜类的比较多，肉类比较少，那很吻合这样的精神。有一点就我们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返璞归真，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然后我们体验一下在以前的时代人家是怎么去饮食的，然后我们搭配我们用我们现在在地的一个食材，让大家能够去体验100年前的一个食谱。那我们现在正在开放报名，欢迎大家参加。那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大家也是我们说那个韩剧非常的盛，那海科馆我们也搭上这一波的潮流。好，我们叫做欧巴的韩式美食。那你如果对韩式料理很有兴趣，没有关系，我们也为你准备了韩式料理，它是在8月14号，然后你可以来参加。好，那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概念，我们今年主推，不是今年了，以后我们就是主推，我们多蔬少肉，告诉大家你怎么样让你的饮食的组成呢，你那个组成里面蔬菜多一点，肉少一点，那这样子不只救地球，其实也是在救我们的健康啊，叫做一举两得。这是希望我们大家来参与。那海科馆除了说透过生态厨房之外，我们在智能海洋馆那边我们有建立一个叫做 Label X， 在实验室里面我们也推行一系列的永续海洋工作坊。那9月份开始我们会有一个邂逅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后是一个在地球上已经生活几亿年的一个动物，可是它最近生活得很辛苦，需要大家来认识它。那
希望大家一起来保育它。然后这个活动我们不止我们现场可以看到海科馆的后的保育的一个现场，我们另外还会有后的 DIY 活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适合亲子来参与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因为最近不是中元节快到了吗，我们馆长有特别交代，中元节我们要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来大家玩，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一个活动叫做中元节大家来找鬼。那其实很多海洋生物里面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鬼，那在智能海洋馆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生物里面有一个鬼，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很有兴趣的人别忘了到时候来海科馆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只要能够找出来鬼在哪里的，我们就会赠送一个海洋生物的头套，那当场你就可以 DIY 然后做一个可爱的海洋生物头套带回家。这个大概就是海科馆我们目前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不论是从饮食开始，那不论是从认识我们台湾特有的生物，那我们期待就是不同类的活动，然后都让民众对我们本土的生物有更好的认识，那大家都为未来永续环境这个大家都一起来参与行动。是的，刚刚我们博士有讲到多蔬少肉救地球，其实这个概念呢不是只有在我们鱼的这个海鲜的这部分可以看到，包含像现在大家如果在那个超市啊，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很多植物肉的这种推出，所以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大家已经开始在注重这个环境永续经营的这个议题。那当然我们海科馆这边呢也做了很多我们海鲜上面从吃鱼的连结到我们文化的连结，共同呢从民众的生活去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投入的。那不过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鱼料理啊，最近台湾呢这个鱼料理讨论最夯的应该就是石斑鱼，好多的石斑都跑到我们国小的营养午餐去了。那不知道说这个像台湾啊其实是海岛国家嘛，那我们的渔场其实应该是相当丰富的，那除了呢这个石斑以外，不知道博士呢能不能来帮我们上上课补补知识试一下，我们台湾近海还有哪一些鱼类也是我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可以吃可以料理的呢？其实我们在基隆的观众朋友大家非常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因为我们随便一个市场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很多新鲜在地的一个鱼货，譬如说我今天早上去鱼市场我看到什么鱼，我有看到白带鱼，我有看到黄鳍鱼，然后我有看到还有一些细化鱼，那细化鱼虽然是一个很便宜的鱼种，可是它新鲜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而且基隆人觉得最好吃的鱼就叫做臭肚鱼，就是我们讲的青鱼亚。青鱼亚在七八月是它的产卵季节，所以它特别的肥美。那臭肚鱼它有一个特色，因为它是吃藻类的，所以它的肉吃起来会有一个淡淡的藻香，所以你一定要新鲜你才吃到那个淡淡的藻香。那你如果是不新鲜的话，你吃到的就是那个臭臭的鱼，臭肚鱼的一个味道，所以这个很特别。那当然那个基隆它其实在四季会有不同的鱼货，那这一个当季里面还有小卷，比如说你来海科馆智能海洋馆，你如果待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海湾有一些渔船，然后他们点着灯，他们就是在抓小卷。那这个季节也有套丢，所以在夏季里面有很多的鱼货，那等到现在秋季开始的话，那还会有其他的鱼货还会进来，比如说我们说波比鱼，波比鱼大概夏末秋初开始就会有很多的波比鱼会出现。那波比有很多人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细刺，那都是很适合老人家那想要补充蛋白质，可是又担心有细刺的话，波比鱼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其实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基隆还有所谓的马嘎那种好鱼，那个很漂亮的鱼，那或是说恰章或是那个巴，那个就是属于冬天的鱼货。那你如果讲说无脊椎，无脊椎的话我们可以基隆的特产还有黄金蟹，然后虾子的话我们还有胭脂虾，所以你几乎可以讲说各式各样的鱼货在我们基隆都有。那一则是你可以到鱼市场去选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区渔会，我们渔会它有设那个门市，所以我们买海鲜几乎是
是很容易哈，你想要吃，然后你只要出门去就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渔获哈。那我觉得，大家很幸运的哈，竟然在一个我们说刚才我们有讲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竟然我们是一个海港的城市哈。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优势哈，记得哈，每天都要吃一点海鲜哈，既健康又可以支持在地产业。很好，我们谢谢博士刚刚讲的，对，我们要支持我们在地的产业，而且跟大家说，在现在万物皆涨的时代里面，我们基隆的海鲜特别便宜，这是真的哦。这大家如果到别的县市去，同样的那个生鱼片啊，或者是同样的一道鱼料理啊，基隆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也来跟我们一起呢多吃海鲜。好，那当然啊，刚刚博士这边呢也有提到说有小卷跟套 Q， 那博士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吗？这个小卷跟套 Q 跟花枝，我们到底要怎么分呢、啊？其实小卷跟套 Q 就是比较妙了。小卷一般就是体型比较小，好，它其实不是单一物种，我们几乎是一个通称，一个体型比较小的，我们叫它小卷。那套 Q 的话，就是那种体型比较长的。那有些小卷会长到套 Q 那么长，可是有些小卷就永远就那么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很难讲它是特定的哪一种。好，那至于你刚才讲什么东西啊，花枝哦，花枝，花枝跟那个小卷在那的差异是，小卷它你把它背部它有一条透明的骨头，我们说那脊椎骨是透明的，它是基丁质，就像我们指甲一样是比较软的。好，可是你如果是花枝的话，它的骨板是碳酸钙的一个骨板，很硬，就一块这样白白的，好，这个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异。哇，那真的，你看我们博士呢这边刚刚跟我们分享哦，这个小卷跟套 Q 跟花枝的差别，这样观众朋友你们去菜市场可以分得出来吗？因为主持人就是常常去菜市场，只说我要这个，但是说不出它到底是小卷套 Q 还是花枝哈。好，那所以。我们感谢刚刚博士呢跟我们分享的哈，那其实呢，在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我们呢都可以非常感觉到，这个海科馆呢，在我们这个海洋上面，不管是从教育推广到我们整个馆务的经营上面，都是不遗余力的哈。那除此之外，其实今年呢，我们由台达基金会啊这边呢委托日本的这个摄影师中川西宏呢去拍摄了两部片哦。第一个是我们珊瑚礁鱼，以及另外一个叫做大赤金桐油。而这两部片都在今年休斯顿影展里面呢得到非常非常高的荣誉哦，他们都得到这个纪录片的金奖。那我们现在呢，也先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珊瑚礁鱼的预告片。
好的，那我们刚刚从这个 VCR 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海底世界的美跟海底世界的宁静，真的是可以让人忘却烦恼，然后让人呢好像这个身心呢都重新再活过来了一遍哈。那其实这个呢，也正是我们海科馆啊，在这几年里面不断的突破万难，然后搜寻很好的这些影视作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其实从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海科馆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不知道说这部分能不能请馆长这边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好，没问题。啊，海科馆现在在我们的，我刚刚讲了，全台湾荧幕最大的剧场，而且是 8K 设备的，就在我们的这个 8K 剧场。那目前正在放映着四部影片。好，刚刚因为两部就是刚刚讲的，是那个台达电文教基金会委托这个 NHK 好的这个中山西宏所拍摄的，获得了这个我们休斯顿国际影展的两部片子。那刚刚各位看到影音的那个部分叫做《珊瑚礁鱼》，那一部是22分钟，还有一部是这个《与大赤鲸同游》是12分钟。好，所以两个 merge 起来就是34分钟。那刚刚看到那一份那个珊瑚礁，有没有觉得哇，这个海洋生物，这个海底世界是多彩多姿？那我不晓得，如果你们更细腻来看这一部22分钟的片子，你就会看到，原来海底的世界跟陆地上的世界其实是很像，是互相合作的。也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跟产业，我们跟不同的单位机关团体也会互相合作，好，所以同样的海底的世界也是这样。那刚刚那个珊瑚礁鱼那一部，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讲的虾虎鱼跟这个枪鱼，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合作最典型的绝配，叫绝配互补。好，一个是不会推沙，一个是眼睛看不到，所以刚好两个互相合作，那两个在这个两种海洋生物在这个海底世界里面就过得悠游自在，好，然后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好，那遇到强敌也会互相帮忙。好，那这是第一步，刚刚在讲的就得到那个休斯顿的国际影展的部分。那还有正在我刚刚在讲，还有一个十二分钟的这一个与大赤鲸同游。好，那来坐在那边，你就会看到我刚刚在讲的这个大赤鲸，它的一个声音、它的形态，好，甚至它怎么觅食、它怎么去这个繁衍等等这些行为，或者是固碳。好，我们在讲2050这个零碳排放这件事情，它是贡献卓著的哈。所以我现在意思就是说，这些海洋不同的生物的一些我们在讲行为，好，甚至是它为了这个地球环境所产生的很多的对这个地球有帮助的这一些贡献度，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在讲这种影音里面，你就会发现啊，鱼都如此这般，何况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更爱护我们的这个地球？好，这是两部片子哈。那还有一部，这是我们跟业者海底玩家共同合作的一个，叫做4月1号才播的《海底奥秘》，那会预计会播到明年的2月左右。那这一部《海底奥秘》，各位如果来看以后，你就看到哦，原来全球的最漂亮的海底的情形，大概在这一部都集大成了。好，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多元，可以让你在那边悠游个30几分钟。你一定是不会想睡觉，而且你会眼睛睁得很大，非常专注。那另外还有一部是我们1月才播放的，就是《生物飞行之谜》。好，这个在讲从4亿年前以来，这些飞行生物他们的蜕变，他们的刚刚在讲互相合作，他们的竞合，好，中间的这些点点滴滴，所以非常的精彩。那这一部片子也是有33分钟，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会看到哦，海底奥秘是这样，陆地上的历史演变是这样，所以其实对我们的人类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些责任，你会更清楚，然后你也会更爱惜这一块地球的所有的部分。好，这是在影音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明年还会有推出两部新片，好，也是一部就是属于这种神通广大的小昆虫，会预计在明年的1月14号会播。那另外一部是明年的7月1号会播《小海狮大历险》，好，就一部是海的，一部是陆地上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人类可能都会用我们自己在陆地上的这些思维模式，好，在想我们怎么生存。可是其实你就会看到，透过博物馆去把海底的这一些海洋不同的海洋生物的一些共存共生，好，甚至拟态，甚至变性等等这些多元的状态去呈现之后，你就会发现，海底的多彩多姿绝对不输你陆地上的多彩多姿哦。所以其实蛮值得，这个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哈，就把它当作是 take a rest， 就是真的是休息一下，来去认识一下海洋。
好，所以其实我们8K 的剧场尽量就是会朝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尽量能够透过博物馆把我们的讲的社会的这种公平正义，好，这个社会的责任，那透过8K 这样的一个剧场，那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对我们的海洋这一块有进一步的认知，好，这个大概是海科馆在我们的剧场部分所要呈现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馆长。其实刚刚馆长讲到一段呢，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让主持人非常的有同感哦。其实主持人讲到说呢，这个陆地跟海洋是共存共生的这个议题哦。其实呢，在我们整个地球里面啊，我们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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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积，通通都是海洋。但是我们呢，其实对于海洋的认知呢，非常的少。那透过这个海科馆，我们在推动这个海洋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把一些眼光呢，着重在这个海洋上面，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海洋和海洋生物底下去学习到更多呢，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不管从人际或者是职场，然后到整个大环境里面，这种很 peace 很 chill 的这种氛围哦，其实整个地球都非常的。非常的祥和哈，那刚刚有讲到呢，这个人跟人之间啊，有需要这个相互合作嘛，那呢，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这个工作跟休息，其实呢，也是我们日常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工作的时间太多了，那你的休息时间，你的身心就会出状况。那尤其现在正是暑假期间，那再加上我们政府还有推出这个国旅补助，到底海科馆有什么好玩的？这，好，那我们马上就请我们的馆长。好，其实海科馆这个环境它就是有点类似像公园式的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天然的大海，好，25公顷，有一个陆地上的园区52公顷，好，那可以想象得到一样这样山海之美，而来这边绝对不可能是一天玩得完的。当然你如果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半天也 OK， 就看精华的地方啊。如果你愿意漫游，就一天最好是2天1夜，那既然要2天1夜，就一定有交通跟住宿，所以这个我们已经都想到了。所以海科馆现在有一个4星级的饭店，4星级的饭店，那这个灶也都，这个我们在讲旅宿这个部分的灶哈，那有之前的学人宿舍的这个灶，其实下个礼拜他们就会正式整个对外开放。那其实会看到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旅宿，如果你在这边可以 take a rest， 真的是休息个一晚，好，然后把游程2天1夜这样的游程，好，那把它铺成，包含水上的，好，刚刚在讲有潮境方舟游，是看5公尺内的海底的真正的情景，然后智能馆是看海底20公尺的这个真实的情景，然后再看我们的很多探索的这种主题馆里面很多的区域，甚至我们礼拜六都有美人鱼表演呢，哦，精彩无比。好，我们还有我们的寻漫鱼的溜滑梯，还有我们 RB02 船，哦，太多太多可以看，所以真的是可以在这边2天1夜，刚刚好，是刚刚好，然后也可以享受我们的美食。海科馆现在一坨拉古的这种名牌店都进来了，你要喝的有的，你要吃的火锅的有的，你要吃我们特色餐的也有，所以你再想想看，看着大海，像享受这样的美食，然后又回想到，哎，刚刚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你说这种。真的是一个很好放松的一个景点，好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无论如何，应该是一来再来。好，那透过不管是自己开车，还是我们坐我们的小火车，因为其实你可以从台北车站搭那个台铁，好，然后到瑞芳，然后再换个小火车，一站就到海科馆了。那我们也可以来了之后，你就搭我们的那个，我们其实有接驳车，有步步车，然后也有那个自动脚踏车。那可以80公里，也可以骑80公里，所以你看那个多么的个轻松游的概念。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开车来啊。那现在其实条河街转运站也要整个都营运，所以其实会整个交通会越来越便利。那2088、1579这种公车更是10分钟1班，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利。可以想想看，你从台北来到海科馆就是45分钟，这跟你从台北车站到淡水坐捷运刚好相同的距离。所以，可是大家就会觉得，淡水好像是在我的旁边，好像觉得海科馆在很远。没有，其实海科馆绝对就是跟淡水一样的距离而已。而且它沿路就是很漂亮，好，所以期盼大家能够来看一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域的地方。好，那其他很多多元的活动，甚至我们很多活动都是一报名一开就额满了。那我就请我们两位博士也再补充一下。好，那我们有请这个施博士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是海科馆限定活动哦？好，各位乡亲，
那个其实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好，那就我们博物馆这个区块在八斗子地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是说这种好山好水的一个元素呢能够永远持续下去，那大家呢来基隆呢就一定是要放松心情，然后来充实自己，不管是体力上的一个疲乏或者是我们在心灵上的成长，我觉得我们博物馆呢绝对有这一个资源呢跟服务呢让大家会觉得舒服。那在我们这一个博物馆呢跟其他博物馆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活动不是只有馆内馆区展示馆的活动而已哦，我们还有250公顷的海湾，也是我们展示教育研究收藏的一个舞台，我们的常设展示绝对跟我们的教育活动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好，那在整个一个活动上面呢，那当然馆长有提到，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饮食那个文化饮食文化的不同的体验，有很高档的，也有很在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乡亲共同努力来提供这个服务。那我们在海湾上面的一个活动，除了我们有潮境方舟一号的一个生态旅游之外呢，我们还会跟我们的五东里水域活动，包括我们有独木舟的课程，还有立桨的课程，那绝对可以让大家呢在有旅游当中呢，也可以体验到所谓的科技或是科学上面知识的一个成长。我们会把科技呢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博物馆。那在所谓的一天的一个户外活动之后呢，当然可以到宿舍里面去充电，然后再接下来下一个行程，所以两天一夜的一个游程呢，在我们这个区域，在我们在基隆这个区域，在我们博物馆这个区域呢，是绝对可以成型的。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潮境方舟游的一个粉丝团，好，跟我们的报名活动报名的网站啊，有 QR code 可以去扫，那你可以收集到我们相关的一个资讯。那这些活动呢，一定是跟我们其他馆的一个活动呢，它的主题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馆呢，不管你是在做科技的研究，或是所谓的展示或是教育活动呢，或典藏呢，都是跟永续的议题紧紧连在一起的。那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陈立竹陈博士呢为大家介绍。好，我所在的地方产学交流组，我们最主要负责的就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然后潮境智能海洋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水下直播的那个荧幕，所以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准备跟高中合作，我们办一个保育区探索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有什么特色呢？它会结合好我们刚才施主任讲的潮境方舟，然后我们会去体验研究人员怎么样去捞浮游生物，然后捞完浮游生物，当然就是进实验室去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浮游生物哈。然后还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哈，我们潮境海湾它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这个保育区它已经连续是我们全国已经第三年哈，是蝉联那个保育区成效第一的一个保育区。那我们要证明它的成效，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哈。除了我刚才讲的哈，那个我们看浮游生物是在看这边为什么有那么多生物，它的饵料生物到底够不够。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中研院那边合作哈，有一个水下声学的研究。什么叫水下声学呢？我们以为海里面只有海浪声音，不止哦，其实海里面的鱼啊、虾啊，它们有时候也会发出声音，所以我们监听海里面的声音，就会知道海是不是健康。那同样的，在我们9月份的这一个保育区的探索课程里面，也会让大家去体验到底。生物譬如说你认为是周间生物会活动比较频繁呢，还是周末比较频繁？那这里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因为周末有很多个游客所以周间是比较没有人那海洋生物是没有人的时候比较快乐，会叫得比较大声，还是周末人比较多的时候它会比较嗨？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答案没有答案没关系有机会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那其实在智能海洋馆里面，当初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在潮境海洋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推出叫做一日试浴园。什么叫一日试浴园呢？一日试浴园就是我们常到水族馆去看到那么多漂亮的鱼，可是我们常会怀疑那这些鱼平常吃什么东西那这些研究人员怎么照顾它？所以一日试浴园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精神
然后所以参加的民众很辛苦哦，为什么？因为他要参与这个工作，所以开始，因为我们鱼有些要吃那个小的凤鲢虾，小的凤鲢虾就要用网子去捞，那大一点的鱼我们要买那个，我们细破鱼不止人在吃，我们那个青鱼我们也会特别买来给鱼吃，可是鱼不可以整个整条吃啊，你要把它的头剁掉啊，把它的刺去掉啊，要去处理这些，所以参与一日市议员的民众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当我们一日的叫做怎样一日的照顾员嘛，所以他就要帮忙去切那些鱼，那切完鱼大概就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鱼去喂，拿着我们切好的那些鱼肉去喂那个大鱼，这个大概就是所有学员最快乐，你看到你辛苦准备的饵料，那个鱼很高兴的去抢食，大家就非常的快乐。那这个活动目前为止大概是我们智能海洋馆最热门的活动，那我们暑假推出的梯次就是一上网听我们同事讲两个小时就秒杀了，所以我们刚才馆长还在讲说隶属我们后面是不是要继续办，我说好，是的，既然大家有兴趣我们会继续办，不过我们希望是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有些生物我们决定把它留在人为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一定要有妥善的照顾，第一个他们要吃得好，那万一他们有生病的话，你要想办法去医他，那才能够善尽他在一个人为环境里面的，所以我们一日饲养员其实是一个开始，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教导，因为有些民众他们可能在家里面他们会有饲养水族，那我们期待透过一日饲养员到后面的延伸的话，可以教导民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在养那种活的水族生物的话，你应该怎么样适当的去照顾它，那个大概就是这个活动最重要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海科馆它就是地利之便嘛，旁边就是有山有海，那我们会根据四季不同会去推不同的活动，那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春之藻，春天有漂亮的海藻，那就会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是来压藻去做藻卡。按到了夏天呢，夏天开始就是水域活动嘛，我们刚才狮子段已经讲很多的，不论你要传 SUP 啊、独木舟啊、做方舟，那是夏天最好的活动，当然夏天我们最担心的是万一水温过高，珊瑚会白化，所以夏天我们就是推出的就是珊瑚，那你说那怎么推出，我们有一种珊瑚拓印的课程，我们有不论你要做成卡片或是像我的衣服一样拓印在衣服上面都可以，那是另外一个夏天的一个活动。那秋天刚才有讲过，我们秋天就会有厚的活动，要记得今年秋天要记得来参加厚的活动。秋天我们开始就会从，因为秋天我们就讲秋蟹嘛，那有螃蟹，那也谈到厚，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一些跟螃蟹啊跟厚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到了冬天呢，冬藏，那开始冬天有很多冬天的一个生物，他们有些生物就是像花枝就是冬天会来产卵，那冬天的话我们大概就会推出比较柔性的活动，大家来认识保育区里面的生物，这大概就是我们四季走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每一季都有很精彩的活动，所以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你只要有兴趣随时注意我们海科馆的网站，我们都会公布在上面，欢迎大家来参加。好的，没错。其实呢，大家想到基隆啊，不要只想到那个庙口夜市，或者是呢想到水上就去龙洞潜水。其实呢，我们海科馆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游玩的资源哦，包含像这个立桨啊，跟独木舟啊，这绝对呢都是呢大家以前呢都不知道基隆有这些东西哦。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讲的之外，大家一定想问有没有加码的秘密的不能说的那种好康，我们留在节目的最后要邀请我们的馆长这边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集没有看的观众你们就损失很大哦。好，跟这个观众朋友这个报告一下，这个真的是我 hold 住点暗地坑一熊阿表跟大家分享，而且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因为海科馆其实是一个全龄，就是真的是从幼幼 到老老，所有的这个民众都是海科馆服务的对象。那
当然我们开设的课程当然或者是活动一定就是全龄都可以去想象，甚至很多是亲子的。那海科馆我想大家如果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就会看到，哎，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很特别，它以前是北火电厂这个退役下来哈，那把它弄成是一个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货柜轮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航向大海哈。那不是只有这样，这个博物馆里面不管是智能馆不管是主题馆里面，其实我们有导入到一个叫智慧的就是命系统。好，那个命系统其实是你会进到博物馆，你就会看到，不管你的 PM 多少，你的这个湿度啊温度是多少，它其实是自动会感控。好，所以其实你看这么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跟技术，这个是目前博物馆里面全台湾有的，就是在海科馆。也因为这样，我们不徇私，所以我真的是今天有看到我的这个观众朋友赚到了。这个我们在8月27号星期六一整天，我们有对高中职在学或者是应届生，好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有开设这样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跟活动，也让所有的高中生高中职生要升大学之前来了解这个啊，原来这个我们在讲科技跟智慧的这种系统是可以跟一个这么棒的历史建物的博物馆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好，这样子是我们其实是找了那个成大很棒的老师一起来参与来讲这样的一个门课程哦，所以名额有限哈，这个报名真的要赶快把握时间。那第二个部分，刚刚丽淑已经讲，我们的一日饲养节一推出来，全部都满，所以我请他一定要加嘛。无论如何，中秋节前可能一定要再给我开课。好，如果可以的话，因为要服务民众嘛，哈，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客制化服务。就是民众，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来海科馆讲一，就是拨个电话，或是在我们的官网留个留言，其实我们马上就会去想说，哎，大家是可能是喜欢什么，好，所以我们尽量去配合。那当然。海科馆很多展陈嘛，不管是常设展还是我们特展，所以我们也有开这个，还有两梯次，8月20号跟8月27号，还有两梯次的展览的秘密哦，哎，这个怎么去开箱，如何去当这个我们在讲展览的人员，他是怎么去策展的，怎么去做后面的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后场的这些作业，那这个其实都是技术。好，那我们其实这个是对小学三年级以上的这些这个亲子可以一起来参加。那当然博物馆一个这么棒的这么高大的一个电厂，海科馆夜未眠夜宿海科，这个当然一定要办咯。所以呢我们9月其实7、8月都满了啦，我们还我跟我们同仁讲说要再加买一场，那9月的这一场其实就是会给开放给亲子的，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时间。然后再来就很多的海洋永续课程，刚刚讲那个就是邂逅嘛，可是我们其实还有鱼类标本，怎么去维护这个鱼类标本的这些记录，好，那透过这个记录里面，其实你对这些海洋生物你也一目了然了。所以透过海科馆多元课程跟这种我们在讲的不同的展现的方式，那让全龄所有的民众小小到阿嬷阿公都可以其实一起来关心爱护我们这片海洋，我们都是海洋的保育者，我们都是行动者，一起来向海致敬。好的，说到基隆，我们今天总结今天以上的节目内容，就是好山好水好好玩，快点，然后订阶楼卡，阿公阶阿妈，整家伙仔拢带来哦。好，现在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